阿古斯特今天在这里。卡里哪里안돼요？卡里今天直接跑过去了，大丈夫？なぜだ？要站到吗？很愤怒。这谁？不要这样，够了，卡里。何？你把他杀掉了，卡里，お前一体。What are you doing？No！ 哦，就这样死定了！哪只鸡哟？这季节杀人啊！是说你杀掉是没有灵魂了？现在，这重点。应该由我们来一起杀掉的，你干嘛？还好吧，就绅士死掉了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卡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，还以为你有多和平，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去杀的竟然是你，看错你了。有什么想说的话就在警局说吧。把他说说而已啊，看一下他之后会有，他之后会说什么？真的？我先回去吧。我以为站出来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！你想说什么？四渡鱼精？这……まあいい。点了点头。